吃两个小肘子，老烂乎了，很脱骨了。嗯，太香了。配上点火鸡面酱，肘子片，嗯，太香了。我提前给它打开了，要不然不好整。好，我去，太治愈了，闻着都辣呀。哎呦，再配上点独头蒜啊，摆个封面，哎，拿不住呢，摆个封面，两瓶酱配上独头蒜啊，这不是独头，是成瓣的，这蒜瓣挺大呀，看看能不能吃完，吃完给小小来个双击，谢谢大家啊。
点蒜。必须配大蒜，真的。我今天吃包子呀，吃饺子，拌面条，拌米饭都可以啊，都好吃。看看，就不用蘸蒜泥了。拌一拌。